冲去个枕头，但而家我哋攞咗个枕头套去洗，所以而家变咗个空心嘅，咪就系兔仔嗰、那个，系佢有三四个月就开始用嗰个兔仔枕头，唔好再扮咳啦吓，我知你唔系咳嘅吓，咁但系佢去到而家11个月咧都超级中意，就变咗系一个饮奶用嘅枕头，即系佢饮奶会自己瞓上去啦，同埋佢平时玩咧，平时玩使同佢玩捉鬼啦。他就会扑上这个枕头，然后就觉得自己是有保护的，小巴仔捉不到他。 Crazy toy Crazy toy Crazy crazy crazy， 他现在听得明很多古灵精怪的指令。大家知不知道 Turking 是什么？就是一个扭啪啪的舞啦。 Cra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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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 跟着我们某一天和萌萌玩完这个扭啪啪的游戏。 Crazy， 哇你放屁，你见不见到他自己砌的东西？这个都是他的兴趣之一。如果你不跟他玩呢，他就会自己发明一些组合，自己和自己玩。他每一刻都在找一些东西做。你拿着它。BB 是真的每一个月他的转变都很大，跟着每个月都有他突然间学到一些新技能或者一些新浮现出来的个性。其实萌萌去到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当他是一个婴儿，尤其是在街上面见到萌萌的街坊，是很多时候直接走来问你个 BB 几岁，但是萌萌根本就未满一岁，只不过他的体型啦、体重啦、身高啦是真的不似得11个月的 BB。 但是作为照顾了他11个月的老母亲，我都真的觉得他越来越趋向一个小朋友。去到而家咧，佢好多嘢都开始听得明啦。佢好中意模仿我哋嘅动作，咁佢嘅行动能力都多咗好多。咁所以变咗佢可以探索嘅范围咧，比佢婴儿时期实在多太多啦。佢而家又踎得，又跪得，又擒得，佢系未行得啫。咁如果企咗起身，我谂嚟行嚟跑都不愿意啦。跌亲撞亲咧，都似乎系一个无可避免嘅结果。even 懵懵而家其实都多咗好多瘀痕啊、刮痕啊，无端端噶。咁至于食嘢方面，其实萌萌在2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吃三餐的副食了，所以我们吃饭其实他都会坐在餐台那里一起吃饭的。那我之前也有条片拍一下给大家看看萌萌现在吃东西的情况，其实我们就没有说要 BLW 他，或者没有说要传统喂食他，是真的纯粹由得他的性格，他想怎样吃或者我们整些什么方便他吃就用那个方法来吃。那去到10个月、11个月这些位置，我们很明显开始发现到他不喜欢给我们喂，但他而家咧就净系中意用自己只手去攞一啲佢中意嘅食物摆落个口度，跟佢嘅次序，跟佢嘅 preference。咁所以以前一啲粥仔啊、米糊仔啊 ，B B 面都 OK 嘅，因为佢同我一样都中意食面啊嘛，就越嚟越难喂啊。咁所以就真系开始要整多啲方便佢拎嘅食物。咁我今日咧想整一个红枣嘅包仔、馒头仔咁嘅嘢俾阿懵懵试下。我这一只呢是蓝枣来的，无比红枣我妈咪说呢是没那么燥热啦。
咪咧好叻整嗰啲饅頭啊、面食嗰啲，基本上屋企係冇出去買過饅頭嘅，全部都係你自己猜自己整啦。跟住屋企之前曾經有一部整面機啦，係真係由面粉啊、酵母啊，因為佢哋自己整咯。咁但係當然我係完全冇參與過啦。Up your heels, man, I silhouette up on the steel. Dolly brush struck with the canvas jet.搞咗一輪之後咧，就蒸緊啦。不過我發現咧，我屋企嗰個可以蒸嘢嘅器皿實在太細啦。因為嗰邊咧仲有差唔多20個咁嘅饅頭仔排緊隊，咁我要蒸曬嗰20個，起碼都要再蒸多2-3輪。蒸一次咧要12分鐘加3分鐘。咁我呢個晏覺咧係瞓咗超過1個鐘咯。第一 round 出到嚟嘅效果就係咁樣，哇，都真係一個。饅頭，我對自己要求好低嘅啫，即係嗰次饅頭，跟住佢食得佢乾淨，咁就 OK 噶啦。我試下先，係有紅棗味咁。當然 BB 啲嘢食係超級淡口味啦，咁我哋成個過程都乜都冇落，但係紅棗味係幾香嘅喎。出門啦！一個星期喺度，但係冇懵去游水。拜拜，我冇事，拜拜，晚到，拜拜。咁我哋咧而家就嚟到 Home Plus 嗰邊啦，其實韓國嘅 Home Plus 啊。超級市場啊、商場啊，佢嘅嬰幼兒活動咧都幾多種類噶，唔同年紀。BB 玩的 playgroup 會在這裡，其實我們經常在 E-Mart 外面看到有些 counter 可以報名啊，文化的活動那裡就是可以報一些 BB 的 playgroup， 通常就去了一些觸感的訓練、遊戲、唱歌、換衣服，然後給我們的媽媽拍照。那我們離開的呢，其實就是 Home Plus 裡面一間是放一些比較小小的 BB， 即是他還沒懂得走，一個遊樂場同埋一個游水設施就呢度啦。小巴西之前條片都有拍過 Baby Angels， 咁隔離咧其實都係一個俾小朋友玩嘅地方，咁就係大少少嘅小朋友咯。就是嚟呢度，呢度咧其實係温水嚟嘅，咁就俾啲 BB 熱身啦，跟住玩一下啲玩具啦，熟習一下啲環境先，因為有啲 BB 唔係好中意水啦，天生或者對新嘅環境比較驚。哦哦 ，she likes this one， she likes this one。得意唔認得呢個？越嚟就一見鍾情，跟住我後屘買咗一個一模一樣嘅俾佢，摸摸，摸摸。Yes, yes, it's the same. 呢个就系懵懵嘅韩文名啦 ，La Ila。今日因为 booking 唔系太多啊，其实佢喺另一块板上面咧会写晒今日所有 book 咗呢个时段嘅人，今日得3個咯。呢度有大池啦，咁嗰度有啲细池，可能放啲6個月底下嘅 B B。咁呢一个咧就系放6個月以上去到36個月嘅 B B 咧都可以喺度游。但如果 booking 比較多的話咧，就會好多個 BB share 一個池咯。What are you doing? Watering the plant?有時都真的不知道我是帶個女嚟玩定是帶我大仔同埋細女嚟玩，一個喺度游水，一個喺度玩波。Thank you.
嗰個咧係一個防滑嘅貼嚟噶，所以 B B 坐喺度唔會跣咯。Mom, what did you bring? One of her favorite. Oh, really? Go for the shiny toy. 多謝阿 B B 啦。得。咁佢又俾埋膠袋嚟裝啲濕嘅泳衣啊。其實呢度啲服務係好好咯。即係啲姨姨會同你一起玩啦，跟住教個 B B 點樣去適應啲水啦，俾一啲玩具引起佢興趣同佢玩啊。去咗人哋嘅家庭嗰度，完美咁样融入咗。哦，She's improved so much, huh? So fast. Oh, she's back. Good job.默默今天是不停走去騷擾不同的 BB 和家庭，笑死了。剛剛有個 BB 走近了，默默打算 say hi 了，然後走近默默突然間抬頭一望，看到遠處的白色，個 BB 崩潰咯，喊到傻咗咯。但其實呢個唔係第一次嘅巴西，唔係第一次嚇親 BB， 甚至嚇親我自己呢邊親戚嘅 BB 咯。How you feel? Looking so terrifying. Terrifying. Look, if I were a baby, I think I would cry. Why? What?Good job!